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这把我们先制定一下路线啊，看看哪一路比较好赶客。上路指定无限对拼，好赶客的一路；中路指定是个近战，打远程一定往前上，好赶客。下路我们家泰坦又有控制，好赶客。我们基本上就是赶客全路，怎么赶客怎么猛。 随便赶赶，先打个 F6。 我们先清一波上路啊，上半段先清一走，然后这怎么回事？赶客一波上路先，开始折磨了呗，一波速三，直接去上路抓一波。 上来，没事，跟他打一打，正好看能不能变身。这不白送吗？对，我穿墙而过。 A Q， 平 A， 哎呀！这是要起飞呀！先打个三郎，下路再赶开一波。 赶客一波，来，砖墙，W， 可以杀对面 AD， 哦哟，减速，Q走吧，这没办法了，这打的啥呀，兄弟？ 真令人意想不到啊！不用抓瞎，我发育就好了。你在那放屁呢是吧？我下去，咱们三个全死了，一个没打死。然后你告诉我你发育。 你是当我打野是吃干饭的是吧？没有我，一
我能不来吗？我必定赶上他们呀！先升个五级啊！这露露我不杀他能好使吗？今天看看石头人有没有，这中路可能要被强杀呀，我一看呢。算了，他死就死吧，我管不了。给我继续抓，这下路必须抓，必须得杀。同样的剧情。我就不信这回还能让你给跑了。这维恩怎么不打人呢？一开始为什么要一直 A 兵啊？我去中路碰一下刀锋，现在是不是就能变身？我去碰他一下的。我精通战场上的每一种武器。让我碰一下，兄弟。让我摸一下，我就摸一下就行。吃冰吧，这一顿掉。小瞧我，你就大难临头。拜拜。OK， 让我碰着了，漂亮。哎，我的发，这也行啊？说吧，是不是你走投无路了才找到了我？天哪！开始了。哦，这个我确实很喜欢。好勾，哎呦我操，哎这么难打吗兄弟？他们家这软斧，哎不上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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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急好吧，不着急，碰一下，好，这波碰着了。这回呢？这回，哎，这就对了啊！我们的目的就是碰他们一下，知道吧？小可爱放了。不上了，哎呀，这下路是真难打，我天哪，怎么那么难赶客啊？我都赶客这么多遍都打不死人。那泰坦按道理来讲打那露露加卡莎还有那不随便打吗？兄弟，来人基本上就应该是必死的状态，泰坦就带的是余震，那卡莎又打不动，跟你们这赶客是真费劲。弱者去逃跑，坚守战斗。你就是一
因为这种愚蠢的想法才被监禁的吗？差点钱，木印。木印是1750吧？这不无敌了吗？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暴风。我现在回家没意义，你说我回家干啥？我也变不了身。嗯，你说我现在回家我也变不了身，我不回了。你自己在这打峡谷，你瞧不起谁呀？谢谢你帮我打峡谷先锋。我选中了你，我驱使。谢谢你的峡谷先锋。你要啊，挑硬的打，对，还有40秒。哎呀，没事干呢，现在吃个蛤蟆吧。减速，哎，哎，钻入身体，这剑姬是好装逼哦，虽然我不知道他装什么东西啊。可以变身了，兄弟们，好像有点无敌了。变身，我来个三速海呀，我来个吸地海吧。拉亚斯特，神父之后为我所用。我身负着黑暗的困难。上路杀剑姬的，走。对，这怎么回事？这虚区。真菜呀，蓝莲汉，这 W 技能好像得预判位置啊，这 W 技能啊，要不魔切我不出了吧？魔切还出吗？试试吧呢，来一个，有点脆。哎呀，我这蜘蛛！哎呀，我这蜘蛛啊，这蜘蛛！
高德莱克，莱斯鳄鱼他怎么就高德莱克了呢？他凭啥高德莱克呀？我都没高德莱克，他为啥高德莱克了呢？支援一波上路啊！泰坦，我的伟大！钻入身体。哎呦，这人这个多呀！有点脆呀。左边有个蜘蛛，拜拜。哎，漂亮。慢慢来啊，没关系，不用着急。我们的馅儿吧，一点一点的带。啊，人儿一点一点的杀。哦呦，爽！先来个魔宗，选得好。这把大人让我不再来个巨石短臂。哎，倒钩，钻入身体，我得钻入身体。哎，这也能给我扎死！我操，早知道我闪一手了。哎呀，闪一手好了，贪心了。哎，可以。哇，好勾，就是自己给自己勾死了。这要是个红木扣就好了，要顺别追了，真的兄弟。
闪现有吗？没闪现算了。这谁呀？来小龙吧，三条小龙了。刀锋有蟹手，哎，以我现在的装备，秒一个蜘蛛应该没啥问题吧？哎，这个露露是真烦人，我操！这变羊实在是有点太恶心了。傻逼了。不能我上去耗血，得让我们家鳄鱼往上冲，鳄鱼冲完我们来一波小收割。嗯，钻入身体，钻出来抠一下，滑滑溜一进墙抠走，死了。鳄鱼死了，那就够呛了，不行了。哎，我打这 ADC 怎么不咋掉血呀？我一个 W 才打了他那么点血，我的天哪！嗯，还行。正常我一个 W 干他半管呢，应该这一个 W 不打他半管血啊，我天哪。上路剑姬可以杀，来来来来来，这留眼儿就算了吧。你中路索伊在干什么？我也不削的呀，我出个影魔刀吧，他们家魔法伤害这么多。
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嗯，减速 Q 走。哎呀，间接，可恶的间接。鳄鱼死了，我们家鳄鱼属于顶梁柱，鳄鱼要是死了就不行了。全靠鳄鱼撑到现在，靠鳄鱼啊。